お待ちどおさまでした。それでは、これからプログラムになりますように、日中フォーラムを開始したいと思います。で、予定では、お三方の方にご講演をいただくということで、お一人およそ30分の予定でいます。で、最初のお二方が終わった後に休憩を取りたいと思っています。では、初めに、中国の黒竜江省ハルビンからお見えになりました中華新華日軍73日部隊在庄陳列館館長の金正民さんに73日部隊跡を世界遺産に向けてと題してお話をいただきます。それでは金さん、よろしくお願いいたします。70年前，当日本举起双手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时刻，伟大的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宣告结束。731部队在战败撤退前，屠杀了关押的人员，销毁了档案资料，炸毁本部的建筑。市井四郎要把所有战争犯罪的证据，在这个世界上抹掉。1949年，苏联在柏林滨海军区军事法庭上对12名日军细菌战战犯进行了公开审判。1950年秋季，新中国东北人民政府卫生部颁发了关于保护哈尔滨之平房、长春之孟家屯日本细菌工厂及安达之居家窑特别实验场的通知。从此，731遗址艰辛、曲折、漫长、浩大的保护利用工程悄无声息地启动了。1982年，经省政府批准成立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在首任馆长韩晓的带领下，只有几个人组成的团队克服重重困难，在中央档案馆和文化部、卫生部所属部门搜集有关731部队文字资料300页，照片427张，罪证实物189件。1985年，在当时被占用的本部大楼挤出的3个房间、展区面积只有200平方米的简陋条件下，正式开馆。731遗址保护利用工程终于迈出了第一步。731部队的行径是人类历史上最黑暗、最丑恶、最残忍的罪行，是反人类的国家犯罪。但在很长一段时期内，能够证明这些罪行的证据多为战后在国内收集的资料，主要是口述和笔记的证言材料，缺少原始文件的证据和731部队的核心机密文件。寻找证据的责任和使命落在了后来者的肩上。早在伯利审判的时候，特别移送就已浮出水面，引起人们的关注。许多专家学者
曾查找过特别遗踪档案，但是半个多世纪过去了，特别遗踪档案深藏不露，无影无踪。时间走到了1997年12月10日，这一天发生的事情永远定格在了731研究的历史上。金成民终于在历史深处的淤泥中挖出了关东宪兵队的特别遗送档案。黑龙江省政府为此召开新闻发布会，日本著名作家森村诚一把它称作不可动摇的证据。1998年7月，原大连宪兵队老兵、曾受到周恩来总理接见的日本著名和平友好人士三尾峰去世，金成民在震惊和遗憾中，深感寻访侵华日军老兵已到了刻不容缓的关头。他提出实施跨国取证的计划，得到了有关部门的支持。从2000年至2008年间，731陈列馆与哈尔滨电视台、哈尔滨报业集团、黑龙江电视台等单位联合实施了3次跨国取证。金成民凭着坚韧毅力和真挚感情，发挥熟知731历史和精通日语的优势，终于打动了9名731部队老兵，使他们在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隐瞒、回避和沉默之后，鼓起勇气在临终前说出了历史真相。这是731部队使用活人进行细菌实验犯罪的行为人供认的确凿证据。跨国取证抢救了留在世上最后的人证。2011年冬天，哈尔滨社会科学院的青年学者杨艳军奔赴美国，在国家档案馆和国会图书馆查阅并发现了日本交换至美国的731部队核心机密资料，甚至发现了深藏在这里的石井四郎卷宗。金成民、杨艳军带领他们的精英团队，经历3年多的翻译、整理、考证、解读、编撰，完成《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行实录》，共60卷。这批档案涉及了战后美日交易的核心机密。石井四郎以活体实验和细菌战研究资料作为交换条件，在麦克阿瑟的手底下逃脱了战犯的罪名。这一秘密交易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东京审判的公正性。这批档案资料证明了731部队进行活体实验和进行细菌武器研制、发动细菌战的详细过程，是对日本右翼势力否认掩盖细菌战历史事实的最有力的回击和明辨，是我国对日外交争取主动、敦促日本正确认识侵华历史的直接证据。寻证之路漫漫征程，如今的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的馆藏文物达到10000多件，件件都是日本细菌战历史的铁证。2006年，731陈列馆被国家确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2年，731旧址申遗进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2015年8月15日，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新馆建成，这里真正成为了历史教育的课堂、反对战争的阵地、祭奠先烈的陵园、祈祷和平的圣地。
先介绍一下。第一是提前要就职的保护状况，那个就职刚才看了一下那个片段，要结合着看更清晰，就是说现有的重点保护的遗址一共是有27处，那么保护面积达到了56万平方米，这的确是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洗涤武器研究实验制造的一个基地，也是日本军国主义违背国际公法用活人进行冻杀细菌感染毒气实验的场所，也是发动细菌战争的策略地，是日本对外扩张掠夺资源践踏主权的最重要的证据。我们按照七三幺部队当时功能的设置，我们讲在哈尔滨的主要的遗址遗存进行了5种类型的划分，一是本部基础设施遗址，包括现在看到的核武大楼，和相关的这个设施。第二个部分是细菌毒气实验室，设施的遗址，这里面也包括很多处遗址。大家先看这个画面，这就是我们今年这个清理出来的4方面的基址。第三是细菌武器研究生产的设施。第四是动物实验私域设施这样的遗址。第五个是生活区，也是宿舍区。这么给它分的，从功能划分上给一个划分。那么第二个小题目是就职的保护过程，也就是历程。那么解放初期，也就是1950年代，那么七三幺部队的就职人就得到了初步的保护。那么82年开始，纳入哈尔滨市政府的保护的这样的轨道。85年正式作为馆对外开放。那么到12年被中国政府列入中国世界遗产一个名单。那么15年8月15日新馆正式对外开放。那么第三呢，就是关于遗址的修复状况。那么15年的5月份呢，我们对本部大楼的旧址进行了保护性的修复工作，那这是争取了国家文物局的专项的支持。那么本部的移动式七三幺部队的办公楼修缮完成之后，根据历史资料，在东侧的1层、2层开展复原整编。那么按照历史结构和功能开展了空间的复原、功能的复原和设备的复原。那么在本部的移动的西侧，我们开设了3个专题的展馆，一个是中国母亲的博大情怀的展览，第二是二战叫胜利徽章的展览，那么第三呢，就是我们在9月份完成的申东征一先生的恶魔的宝石和平资料。这个3个专题展览现在都全部对外开放。那么同时呢，对细菌实验室及特设监狱，也就是我们所说的4方楼，进行了保护和展示维护的一个工程。这个图就是当时的航拍图，航拍图，我们用了1年的时间完成。那么8月15日。本部包括4方楼和新馆全面对外开放。关于新馆的展陈，那么作为第二个大的部分和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新馆位于七三幺部队遗址区的东南角，占地面积是2.4万平方米，建筑面积是1.1万平方米，展陈的面积是4500平方米。14年10月，
片650，各类图示70个，表格22个，模型8个，场景7个，视频38个，触摸屏25个，还有大量的历史档案、劳工证言、战俸司等。那么我们陈列的这个新的馆的设计理念是简约、朴素、真实、可信。在陈列展览内容和陈列设计当中，始终坚持这样的一个理念，体现历史信息的真实、客观和可信。陈列设计又以法理的思考构建了展陈的内容，整个展览就是一本卷宗一样，包括了罪犯、罪行、罪证和审判的相关内容，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证据链。那么展陈的内容来看，那么有一个主线是以揭露日本进行细菌武器研制、准备和实施细菌战、人体实验等战争犯罪、反人类暴行为主线，突出了731部队的战斗队形、战争责任、战后遗憾，彰显了我们牢记历史、不忘过去、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这样的一个主题。那么展示的区域呢，新馆是通过了大的板块，一共有6个，全景式的展示出了日本细菌战和相关的历史事实。那么分为日本细菌战、731部队是大本营、第3是人体实验，还有细菌武器的研制；5是实施细菌战；第6是毁证与审判。那么结尾还有一个空间巨大的总厅，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画面看一下，我们这是这新的展厅的这个内容。那么我们也进行了认真的总结，对于本次展览的这个特点呢进行了梳理。那么有这么总体的一个概括，是以实物的展示为主，以照片、图片、图纸、模型、场景、视频、触摸屏这样的展示并重，它们之间又相互补充、相互佐证，以文博展馆传统的这种展示为主，以现代化手段为辅，所谓的现代化为辅啊，主线清晰，应该说突出了重点。具体来说，第一是文物数量多啊，这次展览数量达到了10000件，其中包括已经登记备案的5000件，和去年开始在731部队相关遗址，特别是在四方楼考古清理过程当中的大量数量。大部分展品和731部队遗址相互佐证，可以作为731部队进行人体实验和细菌武器研究的这么一个最新的、最直接的证据。所以这是一。第二，多国人员参与设计和布展的工作。那么这里，无论是内容大纲的形成和陈列设计大纲的最终的确认，国内外许多专家和学者都参与了审稿，提出了大量有价值的修改意见。包括中国、日本、韩国、还有英国、加拿大等国的设计师都参与了这项工作，同时他们也提出了很好的设计理念和具体的思路。那么这样
一部分的专家，事实上也包括日本的专家学者，参与了档案史料和文物价值的评估工作、认定工作，对我们这次的博览会成功，应该说做出了大的努力，很多的努力，为我们最终的决策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参考。那么，这是第三呢，是大量的利用了最新的研究成果、最新的研究发现和最新证据的保护。那么在这次展览当中，最新的研究成果融入了我们的展陈当中，研究内容覆盖了日本准备和实施新兵战、新兵战的危害、新兵战的战略影响，以及对于诉讼等很多方面，充分利用了中国、日本、美国已解密的和已经被发现的有关的新资料、新证据，使得这个历史事实更加清楚，证据链更加完整、完备。与此同时，在最重要的731遗址四方楼的考古清理过程当中，采集了大量的食物，这些食物同731队罪证有着直接的关联，极大的丰富了这次的新馆的这个展陈内容。第四就是文物和史料汲取展示的效应。那么在本次的这个陈列展览当中，在部分展区和731队的这个文物进行了集群式的展示，特别是对美国解密档案、特别移送档案进行了集中阵列式的对外展示，应该说达到了非常有冲击力的这样的震撼的效果作用。那么第五就是科学表达与通俗展示相结合的这样的一个特点。而新兵战的问题是一个相当复杂的一个学科，如何让普通观众一看就明白，就需要我们把这样复杂的问题简单化的展示。所以呢，用通俗的展示手段阐明一个复杂的科学原理，这样我们采取了多种方式，比如说进行图示、进行展览，还有这个包括这个其他的我们比较有特点的展览。这样呢，这个展览呢，我们认为有这么几个特点的支撑下，应该说取得了良好的效果。731遺跡の世界遺産登録の
語に評価したものです。大サーバーですね。731遺跡は残酷な戦争を戦後戦争で残された特別な資産であり、共に我々人類の宝物でもあります。4はですね、731遺跡は推進する目的は世界遺産に登録すること、これは私たちの願いである。世の中の人々の責任でもあります。第5はですね、731遺跡は人類の歴史上発生した重大な事件であり、人類に深刻な影響を及ばした有力な場所でもあります。6はですね、731遺跡の世界遺産登録の申請は真実性と完全性の原則に従うべきです。7はですね、731遺跡の世界遺産登録の申請は国連の捜査規定を守らなければなりません。今私たちは浸水するのために大量な準備作業をしなければなりません。その中はですね、一つは遺跡保護保存と修復ですね、ここです。第二は環境の改善。それはですね、意味はですね、この遺跡のその周りですね、まだたくさんの遺跡と関係ない建物たくさんありますから、移転しなければいけない。第3はですね、展示と陳列、それは今年大成功で進化をできまして、開館できましたから、いいですけど、それ4はですね、学術研究、5は教育の宣伝です。6はですね、申請に必要となる文章の作成などが